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小朋友呢，今天是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今天呢是想跟我们的小朋友呢一起来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美琪拉特工娃娃之秘密实验室，里面呢可以做出来一个非常可爱的这种自制活火山的一个小实验，我们需要的呢就是它这样的一个活火山的一个小的一个装置，以及呢一个泡腾片，一个维 C 泡腾片，我们的食用色素油，然后任何一个菜油都可以，然后这边呢是我们这个美琪拉套装当中的一个火山的一个制作的一个装置。首先呢我们是要在我们的装置当中去给它加入我们的自来水，再加入一些我们的食用色素的颜料，你可以加入你喜欢那个颜料，然后再给它加入它的一个油，加了油之后呢，这个时候把这个油呢，基本上是要到这个瓶口，加入最后一颗我们的泡腾片。我们的泡腾片呢，是要把它切成四小块，然后这边我是有一个半块的泡腾片，我可以把它变成四小块，轻轻的给它加入进去。然后要把你的盖子呢赶紧给它盖紧，这样就可以让它慢慢的形成了，在中央形成了我们这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火山，一个绿色的一个小火山。我们的泡腾片呢是在中间在不停的反应，然后会产生了非常多的一个小的一个气体，从我们的油的中间的部分呢是往上走，我们可以把它晃一晃摇一摇。超级酷的。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的灯，这个 LED 的一个显示灯给它打开来，看起来呢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可以把灯打开了之后，它不停的反应，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颜色去来做我们这个变色的一个小的一个火山。好啦，希望你能够喜欢，想看到更多的视频的话呢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呢有我们整套美琪拉特工娃娃秘密实验室组的套装，如果你喜欢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频道当中搜索它的一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啦。如果订阅了之后呢我每周最新推出的视频你就能有一个小小的消息的提醒，有了这个消息的提醒呢也是非常能够方便看到我们下期的视频，希望你能够喜欢，也不要忘了可以及时的参加我们这个游戏的一个互动，和我们呢进行一个互动，可以赢取一些小小的一个奖品等等。你们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留下大家的一个愿望，你们的愿望呢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现在做视频的方向呢都是根据大家的愿望再来收集我们的一个玩具，收集我们的娃娃，所以没准呢下一期就会根据你的一个愿望来做出下期的视频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赞，或者是留下你们宝贵的留言，无论是更多更好的意见与建议或者是你们的愿望，那么我们都非常的开心能够收到你们的留言。好了，希望你能够喜欢，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下期再见喽，拜拜。